我们在颠东升旗之时，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，号召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说令。明天大典再次排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。颠东升旗，不敢保证万无一失。出了什么问题？不要说后果了吧？ 这远比聚共尽瘁。解放军们，我们急需红绸缎。告毛主席，你们挣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？28年革命，2000000人牺牲，换来的红旗，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：万无一失。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，不能出错。为了开国大典，开国大典！再过几个小时，就是开国大典了。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，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。 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。